请领奖狮子杯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讲师好，讲师好。下，请坐下。小公阿门下。我感谢天父师弟，感谢周师的风烛，感谢师尊师父的带点，感谢咱的老真理，咱的真理，咱的引传师的团队哦。要咱各位助理、副助理、领领、副领领，还有都会忘记的，就是顾问，都有顾问团。还有各位寒暑，各位前行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早安。小师早安。武汉吼，干枯不止，所以吼，这下个念佛上者，因为感恩非常重要吼。那么我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吼。那么上重要爱感恩的是天恩师弟。天地，啊，搁有人，天地人三在，互我拢非常的感恩吼，啊，互我也搁有真很分享。那么因为有互我所感恩的，所以才有今仔日的互我，所以迄是咱的根，咱会知影咱的敬爱的前人吼，伊开一条路吼，迄个即个。基，啊，这个这是佛学的，佛学这第十六种内底的命脉，伊的迄、那个，伊迄个主旨吼，就是要讲这个归基和命，这是十六种。但是佛学吼，袂去甲囥种命，因为种命吼是过呀的人，该好的啊，各说纷纭，有的讲啥物命种，有的讲啥物。什么归根种，什么种哦，真复杂。啊，所以咱就用原文，啊，就伊就是第十六种。啊，咱就叫探讨安尼吼。但因为时间足有限，啊，所以咱就进入这个经文。啊，首先来教十六种的经文哦，结一个善缘，来读诵，读诵啊。啊，你可能等下吼，迄、那个咱才会当去甲意会。才会当归根，若无意会吼，袂归根咯吼。啊，所以首先，咱来做这个读经文的一个动作。第一届，因为拄只小分讲师的十五种伊足长的，伊的经文足长的，所以咱会当读一届。啊，互我即种十六种经文短短啊，互我拢包着短，啊有人吼包着迄足长的。我嘛会包着迄呾四句安尼啊吼，四句经，那个人的音咧无同款。啊，互我即种说十六种，因为伊英文无济，所以咱等下吼会读两遍甲三遍嘛，无一定。安尼才会当度过互我即个时间。这是开玩笑的话，你不要认真了吼。来，第一遍互我吼，读一句，啊，咱对念一句。看多看几遍，咱做伙念，安尼 OK 吗？好。OK 就好，好来。咱读的是台语吼，啊，如果咱若要念国语嘛可以，啊，你家己读过，你家己听，安尼就好啊吼。因为有个人的台语有可能读袂顺，还是袂惯习啦吼。好，闲话不说了，开始要读了。第一节。第一节。修剪刀。修净土，万物定作，万物定作，我意观其福，我意观其福，福物温文，福物温文，各归其根，各归其根，归根发净，归根发净，净化何边，净化何边，何边发祥。何边发祥？知祥不变。知祥不变。不知祥妄作用。不知祥妄作用。知祥用。知祥用。用乃公。用乃公。公乃王。公乃王。王乃天。王乃天。天乃德。天乃德。
得耐久，得耐久，不心不呆，不心不呆。这种大概足好听哦，然后四二四二，三二三二，足趣味的吼。啊，所以咱再来看，今嘛做伙看啊。全部团结甲合音哦，吼，伊足和谐安尼来读这种的经文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地喜悦，修净道，万物平作，五义观其福，五物均匀，各归其根，各归根发净。生活福命，福命活祥，地祥活明，不地祥，梦作祥，地祥阳，阳乃公，公乃红，红乃天，天乃德，德乃救，物心不改。好，我们大家哦，谈了非常的好，所以再来。是哈，那谈掉吗？那就卖个谈啊！哦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地喜悦，修净道，万物平作，五义观其福，五物均匀，各归其根，归根活清，清活福命。福命活祥，地祥活明，不地祥，梦作祥，地祥阳，阳乃公，公乃红，红乃天，天乃德，德乃救，物心不改。我们为自己来一个很好的掌声。感谢各位真的来这个，这个非常认真的配合吼。因为有的人你要请伊开这个金口是足困难的吼。那么代表咱一而胜，然后教育成功安尼。在这种内底吼，咱感觉伊的字拢足简单嘞。交拄只的第十五种是毋是无同款？伊这字吼，咱拢时常咧听。足简单，所以哦，咱一定听会捌。这种哦的意思，咱会足容易的去甲捌啦。那么困难的是啥物呢？困难的是等待咱去甲实践出来，去甲伊做出来。安尼，这是我首先的前言。啊，因为经典哦，因为伊的这个内容哦，真丰富，所以。江苏同学们在这前言直接就是对经文开始跟我们做分享，那么这只是佛学的一种的分享，它不代表是圣人的意思，但是佛学是尽量去体会圣人他到底是要跟我们讲什么，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，它不是佛，它大部分可能不是佛学自己的一个意识，我们如果用意识要跟圣人的经典会足艰苦诶，而且家己咧讲吼，嘛会讲甲足辛苦诶，这是我诶多年诶体会吼，所以吼较尽量啦吼。那么第一句就是“地喜悦，修净道”，哦，这一句话就甲全部咱，无论是即世啊、生生世世咧修行诶意境已经讲出来啊。咱修行诶境界吼。就是要大家这两句，第一句讲，地就是咱个地力，大家就是讲，拼尽全力，用尽全力，用心计较，所有的这个专注、投入、认真，要互伊大家达到啥物？这个喜结安尼，啊，这个结吼，喜咱等下较解啦。结就是结班嘛，咱普通话咧讲结班，就是讲上悬的境界啊，叫极端啊，是极点，
那么好，我改讲是制高点金字塔的一个最顶尖顶端的地方，因为爱借有这悠闲悠闲吼来，我来去做一个体会，啊，就是讲上悬的境界，那叫虚极。啊，咱吼修在修行内底，无论是修几世，其实咱的重点拢是要达到一个，啊，达到啥？达到虚的极端。啊，这种虚，我法敢有法度讲，我法袂，我法无法度讲。因为吼，哈是佛，或者是讲是佛来现身来甲咱教育，伊要借由文字，借由即个讲，要去甲咱讲得，敢讲会，讲会出来。我透过买伊得啦，可得，非常得啊。所以得这间的第一种，伊就甲咱定义好啦。啊，那安尼，你安怎去体会得？啊，所以现人用虚来甲咱做。一个表达，啊，虚了吼，咱要安怎去体会这个虚？吼，哈用这个道中的文化来教咱做参考。你看在早期的时阵吼，物质啊，搁科技无发达，当时咱的老前辈在大陆咧办道的时阵，伊是无上的，啊嘛无遮尼辉煌的这个佛堂道场，啊嘛有可能就是含字拢无哦。爱就伫遐拜呀，啊拜啥？拜迄个虚，迄个就是道。啊，到尾啊，才慢慢的，一